Hello.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哇，现在有两个镜头要看，这边跟这边。Oh my god！ 德军打电话给我的，再给你们，30秒，30秒没，30秒内没有进来的人就没进来了，哇、wow ！对，又来到了一年一次的我的生日。没有啊，就是因为刚好今年的生日，怎么说呢？今年的生日我可以就没火，刚刚好今年生日没有事情嘛。上次生日的时候，我是在 90s Love 的现场办的，然后再上上次的时候是 Move On， 然后呢，再上上上次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道，对，所以这一次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在生日的当天跟大家、跟围着你们还有 Season 你们一起聊天，对啊 ，So like what I was saying was so。Every time on my birthday, I'm working, usually. So like last year, it was 90s Love's music video. And I think like last year was Moonwalk. And last year, I wasn't debuted yet. So I couldn't like open live for you guys. But like this time, it's finally, you know, yeah, I have a free day on my birthday. So I just kind of thought like,want to talk with you guys. 对啊。啊。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昨天任俊就来我们宿舍嘛，然后我跟坤哥和任俊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就问他们就说啊有没有甜的，突然想点甜的，我说哦，有啊，那个冰箱有蛋糕，然后拿出来，然后吃到一半之后，他突然问我说：“你冰箱里为什么会有蛋糕？而且还是 SM Town 给的蛋糕？”然后就啊，明天我生日。他说：“是明天。”然后看手机之后，哇，然后就等到12点，然后一直等到12点，在这中间我们就看视频啊，然后玩游戏干嘛的，对啊。然后剩一分钟，他还跟我说：“哎，剩30秒了，哎，剩10秒了，哎，剩1秒了，生日快乐！”这样对，然后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生日快乐，对，挺搞笑的，我也觉得。对，然后但是第一个跟我说，昨天第一个跟我说生日快乐，除了他们两个以外，再来就是德俊第一个跟我说了生日快乐，对，有点感动。对啊，哎呀 ，but like I don't think I'm kind of like the birthday party guy though, like.Like usually on my birthday, like my friends just like before when I was in school, my friends just like does a party for me without me knowing. So, yeah.
I'm not the kind of to like make my own party though. Yeah, I'm kind of, I don't know.对，所以就是，啊，不倒台，不倒台。对，我，生日礼物吗？没有，因为我跟他们说，这今年别送我了，而且说实话要送我生日礼物也挺难的，所以因为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自己都买了。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没有。对啊，就通常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都已经会先买了，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他们要帮我想生日礼物也挺难的。对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送了，送了我还得还是吧。我今年我今年送给自己什么生日礼物啊？我今年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件外套，昨天来的，对，特别好看，很喜欢，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但你们大概都知道，因为我最近只穿这个牌子。对，我旁边是117哥哥们，他们在那个，他们在签售会现在。对啊，我天天送自己，也没有啊，也没有这样。对。然后我应该等一下直播结束之后，我再去那个什么，我再去跟妈妈打电话，因为她现在人在英国，所以有时差。今天有人在上课吗？为什么？今天不是星期天吗？中午我没吃饭，中午我喝了一杯咖啡而已。对，然后刚刚去那个，刚刚去我们的那个下午的时候，然后也有就是那个帮我弄头发跟化妆的姐姐们也帮我清了身，然后对啊，蛋糕那颗蛋糕我已经吃了，然后我们公司送我的蛋糕我也吃了，特别好吃，是一个 cheesecake。 这次他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抹茶红豆，一个是cheesecake 啊，香吉，荆棘 cheese 蛋糕，对，今天是这个。还有 ten， like yesterday ten also like celebrated。Like, congratulate me on my birthday too. I was like, oh, what are you doing nowadays? He's like, so he meets with women a lot and he went to play badminton. Yeah, and I saw the picture. It looks like like the animation, anime, like, high teen kind of vibe.对，我衣服上面现在有很多猫毛，因为我要出门的时候那个猫不让我出门，然后我就只好，他们就一直跳到我身上，然后我就把它放下来。有，我有看到大家的生日应援，我每个都看了。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有写一些那种小那种信给我，然后我也全部都看，就是在那个网上有写信给我，然后我也看了，就觉得特别感动，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的。对呀、啊，为什么突然按掉了？对，我也有看，然后还看了，就是你们帮我剪的视频，我这些我都看了。但如果没有现在疫情没那么严重的话，我真的挺想自己去打卡的。但是，对呀、啊，对，我现在在公司，所以有点卡。哦，有人生日跟我同天呢，10月10号，那我们也祝你生日快乐，我也祝你生日快乐。My wishes for my birthday, I would say, so like first, I hope that we can perform on stage really soon. That's my first wish. And second of all, I wish that we could like, because like we have been online meeting each other, like with our ways and needs for 2 years and more.So I really hope that we can finally like meet each other in person. Yeah, and my third wish is like everyone that like my family, my brothers, my sisters, like everyone that I love, I wish that they're all healthy and they can stay like strong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Yeah, that's like my three wishes for everyone.哦、oh, ，我开始了，哇哦！我们辛苦的经纪人姐姐今天星期天为了我的生日还跑来跟我工作了，嗨对啊，都叫我别抖脚了，但我紧张的时候会这样，突然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跟平常在房间里面直播感觉不一样。现在，21岁感觉如何？感觉我的人生过了21年。没有啊，21岁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感觉哇，18岁的话应该很厉害，然后就到了18岁之后觉得哇，18岁其实还挺年轻的，没什么差别，然后就觉得哦，21岁的时候应该挺酷的。但21岁过了之后呢，就发现其实也差不多都一样，对啊。但是就是我有很多我以前的朋友，就同学说哇，你怎么最近？穿衣服比以前好看多了，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我真的我只穿，虽然我现在也是只穿毛 T， 但是我现在会 mix it up， so yeah， 对，今天是破洞裤，别管我，我喜欢穿破洞裤，我爱穿啥穿啥。对，我身上现在的动物毛都是毛毛，想染什么发色？没什么想染的，现在主要现在想要照顾头发，而且我也挺喜欢现在的颜色，所以就对。今天猫猫在宿舍里呢，有礼物就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外套。好，跟我还买了一个东西，对，送给我自己。今天起床之后干嘛了吗？起床之后就是回复一大堆人的讯息，因为真的生日的时候啊，突然很多人会给你发讯息嘛，然后就是你不熟的人，你很熟的人，但每个人都要聊天过来，就会很。怎么讲？就会你不知道你到底在跟谁聊天，然后聊着聊着聊着，你就会突然讲到别人的事情。对啊，
你们说话慢一点，我看不到你们的问题啊。啊，说到红酒了，谢谢我们李秀文老师送的红酒，但是对，是坤哥拿上来的，给我的，然后也是坤哥放带走的。对，因为我不喝红酒嘛，但坤哥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研究，所以我就送他了，当做他今年1月1号的生日礼物。今天啊，今天下雨啊，在外面下特别大雨。不会感冒，放心。哇，有人说要给我买兰博基尼。那你等我一下，我把我们家住址写下来，寄到这个地方就好。不要开玩笑，你别送了。送的话，我就关直播。但说实话吧，我一直都啊，有小时候的时候会过生日的时候，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什么表兄弟姐妹，然后叔叔阿姨，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样子。但来韩国之后就比较少了，对呀、啊，所以其实生日就是到12点那一刻就 Happy Birthday， 然后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这样。嗯，长寿包是什么东西啊？是，我只知道有人生日会吃长寿面。我没有这个习俗。为什么我有眼袋吗？因为我昨天打游戏打到很晚，对。然后我昨天也回，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我很多同学们，就以前的同学都还在德国嘛，所以就是他们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就差6个小时还是7个小时，所以他们都是半夜发讯息给我，就半夜回他们。眼睛红红的，因为。对，最近跟猫，因为最近那个两只猫都跑到我床上睡，然后好像有一点点过敏，所以我最近去那个眼科看了一下。但是对啊，就猫毛嘛，但是他就说你其实就把那个床上的猫毛弄好就好了。今天不熬夜了。Oh my god, oh my god. Yeah. 한유황생님감사합니다양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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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but like, what time is it there? Like, where you're watching now for the Instagram fans? Do you have like any questions for me? Asteroid, yo, like,Seriously, I forgot the lyrics. Wait, it was in Korean, right? Yeah, that was in Korean. No, I forgot the lyrics. Oh, it's... Whoa, it's... You don't like the game? Nah. No, but like, when I think of it, like,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can speak a lot of languages. Like, for example...I'm fluent in Chinese, English, a bit Korean, and a bit like okay German. But like, for example, like Tan, you can speak Thai, English, Chinese,
and wait, Korean. Yeah, so I think it's not that special here in SM. Like in NCT, it's not that special though. So I was saying, like, if you want to learn a language, you gotta talk a lot. Like, you know, like what comes, like these dialogues on the books, people don't really say those things. It's like, hi Bob,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Like, you don't speak like that. People say, yo, what's up? Yeah, I'm fine, you? I'm good, man. Like, that's how you speak. You don't speak like, but like still you have to study. Yeah. But my English has a lot of German accent, so sometimes when people hear me speak English, they know I'm from, they know like I learned my English in Germany. Okay, 现在再次切换频道，回到中文频道。万圣节，万圣节，万圣节，万圣节办什么？万圣节就办穿个红色的衣服，然后戴个三角形的面具。对啊，因为我，哦，要不大家跟我一起庆生吧，怎么样？然后有生日，今天也是生日的人，或者是这个月生日的人，也跟我一起吧，怎么样？ I was saying like let's celebrate together. Like anyone who has birthdays on October, celebrate with me. Okay. Oh my god. 姐姐，你是不是不会用蜡烛？Happy birthday.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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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这个火吧。挺好的，旺一点，稍微旺旺。旺旺旺旺旺。Thank you. Wow, 这是我今天的第四颗蛋糕了。对，有一颗蛋糕在那儿，但是我拿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头着地了，所以它是一只熊，只是它现在没有脸。对，所以大家。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吗？ Okay, I can do this all day. Back it up, back it up. 不是，哪里啊？我要起个调，不然等下会太高。Happy birthday, ok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ang Yang.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I guess so. Okay, 那所以我想看，许三个愿，两个愿望说出来，一个愿望放心里。Okay, 那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的魏珍妮们跟西珍妮们啊，可以就是开开心心的度过2021年，然后把所有伤心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什么 stress 的事情全部都抛在背后，然后往向前看。对，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可以赶快见到我们可爱的魏珍妮们，还有我们的 Season 妮们，希望能赶快的见到你们，不只是就是
演唱会什么 fan 赛啊，以后活动啊，希望你们都能来到现场，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然后第三个心啊，获利一个吧，对，第三个心愿就还是希望就是我身边所有对我好的人，然后我喜欢我爱，然后我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姐妹们，然后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平安的度过2021年，还有啊不止2021年，还有呵呵接下来的对每一天，对，所以生日快乐。嗯，感觉像在给自己烧香烟，现在。对，那这个蛋糕就。不行，这我手机。如果我弄一个那个什么，现在是变成吃播吗？来啦，切蛋糕啦，擦，切完了，擦，切完了。但我觉得，哦。嗯，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宿舍怎么吃蛋糕的？我们用筷子吃的，对，很神奇吧？因为没有人想要切，所以最后就变成大家都用筷子吃，直接往里面弄。来喝，草莓不酸。哇，还有人用杯子吃啊！我洗手了，当然洗手了。你看，像脏的手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感觉我的手应该是那种护士跟医生最喜欢的，因为血管很清晰，可以马上看到，就都不用找。血管超清，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问题。有人问我今年几岁，我今年48岁。哇，你们知道吗？就是在直播的现在同时，大概已经有十几个人给我传生日快乐过来了。我等一下还要一个一个回。对，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对，Hello，Hello，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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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什么社交什么牛什么症，这个我没有。我是社交缺乏症，我觉得，对，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很多不认识的人的地方，如果去那种地方的话，我通常不讲话的。我不是，主要是我，但这样想的话，不是，我不喜欢一个人去，没有很多人认识。如果我去一个地方，我需要有一两个我很熟的人，然后我就一直躲在他们旁边，除非等别人跟我讲话之后，我才会想说话。对啊，所以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化妆姐姐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弄头发姐姐，我是过了半年之后我才第一次跟他们说话。以前我就是让他们弄完之后都没说话，但其他的成员就比较跟他们比较早认识嘛。对，
然后我就是真的是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我才敢跟他们说话，就是感觉熟了之后才说的。嗯，小鳄鱼是去年的东西，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啦。嗯，你们没看过的人就没有。哇，但我在想啊。真的也是挺应该，我就想知道你们的那个什么，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卫生 B， 然后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就卫生你们是什么时候入行的？ So like I was asking, I wanted to ask you guys for a long time. It's like, so all like the Weizenese and Sizenese like.When did you guys start like following us? Like start becoming a Weizenese? That's what I wanted to ask. Wow. Wow, 在想哇，以团之名出道前公开的时候，哇，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从那个时候能就是一直追我们追到现在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因为已经三年了吧，对，三年也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嘛，也有很多发生很多事情，不止我们，你们可能也会，但你们还是这么的支持我们，所以感觉很谢谢。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加入我们啊卫生妮的大巴士还不晚，所以请拨打零，突然变成卖那个骗别人入社团，大学进社团威震你社团啊，上链接是吧？嗯，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了啊。嗯，挺神奇的，那你也是挺恐怖的。哇，这样想一想，你可能从我小时候你就开始偷看我。Someone like, so like I was saying, a lot of people, like when I was asking, a lot of people said they started liking us from like, so from when we just debuted. I was like saying that's such a great achievement though. It's like going, like it's like you guys are growing with us. That's kind of like how do you say it? It's quite,scary but it's also very heartwarming, like you've seen us grow so much, you're like our second parents. 我说你们有某种就是那种意义来上，你们也算是我们的第二个家长，应该也不是，因为不算家长，不能说家长，我不能叫你们爸爸妈妈。嗯，就是你们也是看着我们成长的人，所以我觉得挺神奇的。你相不相信现在在这个直播里面叫我儿子的人通常年纪都比我还小？要么就是跟我比我大一岁，要么就是比我大两岁而已。哇，但最近突然特别想要就是赶快，其实我们最近我们有想很多 contents， 就我们四个人，然后我们在想已经决定好了一个，只是看要什么时候去拍，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吧。然后这几天应该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那个视频，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我们未必一起的应该都会出来，所以你们就等一下吧。
搓搓手等时间。Thanks。嗯，刚吃了那个蛋糕之后，打嗝了。No, Angel, I'm 21. I'm not a baby anymore. who was to say first to say happy birthday? I told you it was Kun and Renjun because like they were beside me at the time, and then it was Dejun. Yeah. Hi Indonesia. Hi Germany. Te quiero. Muy quiero.매일 출근할 때 노래 들으면서 힘내요. 아 근데 솔직히 말하면 저도 아직 롤로 많이 듣고 있어요. 네. 그래서 우리는 그 노래 처음부터 받을 때 이미 좋았어요. 그냥 태현 형이랑 같이 얘기했어요. 와 노래 되게 좋은데 사람들이 아마 많이 좋아할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너무 진짜 열심히 하고 열심히 연습하고 열심히 녹음하고 이렇게 나왔어요. 네. 야. As always, fair to meine deutschen Fans, deutschen Wesenies. Ich hatte, will ich mal sagen, also Dankeschön. Ich habe euer, wie sagt man das, diesen Bubble Tea Shop, habe ich gesehen. Hat mal eine Freund von mir hat Fotos gemacht und mir gesendet. Also, ich habe das alles gesehen. 哇，韩语飙出来！哦，呀 ，And I also saw a lot of your like messages for me on my birthday pictures, videos. So I've all looked through it. Don't worry, if I haven't seen it, it's just because of time. I will see it soon. Yep.到时候帮我翻译这个视频的人加油 ，him 呢？对，我们的视频就是我们公司的视频组也挺累的。每次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一个字的时候，我要么用英文说，用中文说，或用韩语说的时候，他们都要帮我翻译。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讲话讲太快了，我觉得我得放慢自己的脚步，简单点。对，要不到时候你们 hire 我吧，我觉得我可以当翻译组的，但我可能会乱翻一通。哇哦！我最记忆深刻的一次啊，我最记忆深刻的那个什么，生日有两次，一次是去年，然后一次是小时候，所以去年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在拍 MV 嘛，在拍 90s Love 的 MV， 然后突然就那个什么 ，director， 帮我找一下。Director 叫什么啊？导演，对，导演，导演就突然喊停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喊停，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突然呢，那个时候黑灿就拿了一个蛋糕出来，跟太太、薇薇一起，然后拿着 camera， 然后就突然哦，哇，到我生日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然后就非常开心，然后就
一起那么现场这么多人，但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人，然后一起帮我庆生，然后就特别感动。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拍完 MV 之后就回家睡了一觉，之后起来就到第二摊，第二摊就是我们宿舍的人，然后再加上那时候陈乐、任俊也来了我们宿舍，然后他们还帮我买了礼物，然后带了一个蛋糕过来给我，然后那是第二团的第二个。然后呢，在然后那个结束，那时候是下午嘛，然后结束之后晚上去练习，那时候是练 kickback， 因为准备要拍 kickback 的 MV。然后练完 kickback 之后，半夜12点之前，就是我们跟经纪人还有成员就一起吃饭，所以那天过了3次的生日。然后小时候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是7岁还是8岁，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特别喜欢。大家一起就全家人一起去 KTV， 然后就贴点很多吃的，然后点很多那个，然后唱歌嘛，然后点吃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最记忆最深刻，就是我的阿妈，妈妈那边的妈妈叫什么？外婆啊，外婆，对，她买了我最喜欢的假面骑士的变身腰带给我。对，然后那天我超级开心，然后我就一直玩。对啊，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以前喜欢奥特曼，但我看了假面骑士之后，我更喜欢假面骑士。哎，这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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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想讲的也跟大家说了。放心，今天会发照片的，微博，所以不用放心。好不容易又化了一次妆，然后弄了头发，一定要拍啊，不是吗？不然感觉浪费钱。好了，那我们过一下下见，对，过一下下，等我发微博的时候见吧。So.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live today. It was such a pleasure, like, you guys coming. And, yeah, I'm gonna end here, but today I'm gonna post on Instagram and Weibo, so look forward to it. Bye. Bye-bye. Dido. Dido. 3, 2, 1.